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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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小任学校里表彰了，就是期中考试表彰一下，也就是考得还可以的孩子上台，然后领一个奖，对吧？这次呢，虽然退步了那么一点点啊，这次还好还好。然后上次拿了5A，这次拿了4A，就是四门功课拿到 A 级啊，在我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觉得很棒啊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非常意外的奖品，对吧？以前都没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任拿到什么奖品。这个呢是小鱼儿拿到的奖状啊，把它收集到奖状册子里去。这个是小鱼儿的奖品，看上去特别像一支钢笔啊，它居然是一支水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意外？是的，我看上去还以为它很高级，那这还是高级的呀。你看那个笔芯还特别多。还有一个奖品是这个小徽章，哎，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？哇，这是你的荣誉啊。是不是太招摇？确实是有点。那这个就是看一下了，没有人会真正的使用它了。没有没有。小鱼儿把他的奖品放在房间里头，这些都是他的荣誉。就是咱就说这个桌子是有点乱的啊。还好吧。